大家呢对他呢已经很熟了，熟到已经半透了哈。大家对他也都知道，又加上歌台新力量的前六强表现呢非常非常的优异，每一集每一集都带给大家呢不一样视觉的感官。掌声来欢迎李宝恩。谢谢宝恩姐姐好。哥哥好，你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跟大家问好一个，祝福一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李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宝恩，真荣幸每年会当来到这道位，大家唱歌。哦，你来到这道嘛，几年啊？对啊。哇，真侪届了。真侪年了。哇，真侪年了。哎呦，感谢，我逐摆来这道嘛，拄着你做司仪。有影哦。有来这道特别开心嘛？什么开心？特别开心。开心，开心咩事？开心。欢喜哦，欢喜啦，欢喜啊，开心啦，开心啦，开心哦！啊，现在感恩的李淑慧，感谢嘞，感谢李淑慧。你看李淑无？有啊，伫台顶。哦，你看会到啊？看到啊，我看得看袂到，你惊到我？我想你目睭刚才看会到下骹呢，看袂到顶冠呢。看会到啦。啊，因为你的视线差不多安尼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看会到。看会到。哦，啊，来给李淑就感谢一下呢。哦，感谢这道的所有李淑楼主哦。好，保温的每年的这个机会哦，希望明年嘛有这个机会，会上来参加。今年还未做完，免做到明年去。哦。啊，今年做完这三台歌唱了好不？好，那李叔再明年再过来请你来。哦。啊，免定到明年去。哦哦哦。哎呐。啊，未使哦。未使贪心的。啊，未使贪心。对啊。哎，李叔，他到底明年要找我？哎。我讲你明年一张纸，讲要签够签五年。签五年。喏，是不是？无过年诶。啊，你先讲啦，你先讲啦。哎，未使安尼啦，未使贪心，爱做了一天。哦，爱做。做了一天，才有过年诶。哦，过年啊。这句话敢那熟悉咧？啊，熟悉哦。现学现卖，对。啊，感谢你吼，啊，你歌台新力量真高咧。哎呦，拜，我伫这个歌台新力量真荣幸，真欢喜了。啊，欢喜。嘿，好欢喜，会当这个半年甲恁人做阵相处啊。相处哈，对，我人相处，我人诶，这个彩排嘛做阵啊，练舞嘛做阵啊，跳舞。相处哈，相处。哦，相处搁在相处啊。对。哦。对，我人弟弟做阵，安尼真欢喜，真满足咧。哎呦，我知道甲你做阵半年都无，你咧做阵一工会熬诶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都无输甲阮这种诶啊。我输甲。对不？哎呦，你台顶大概就讲的暑假，我暑假我到尾呢。哎呦，我暑假，不过伫台下我就歹势甲你讲话。台下。台下。台卡啦，台下。台卡就歹势甲你讲话啊。哦。对啊，你伫台卡就安尼酷安尼嘛。酷哈。我就歹势甲你讲话。哦。对啊。所以你个暑假戆戆的呐。哈？个暑假戆戆的呀。是输甲你这款的哦，我感觉应该是伊应该淡薄输久的，伊输久安奈个啵，可能有传染着，因为平常时啊吼，规年冬天拢咧做庙经的嘛，可能吼365天有364天吼，拢看到大牙白款，所以输甲淡薄平常就敢来大牙白安尼乖乖安尼闪闪安尼。啊无啦，迄时阵你就无甲我会沟通啊。哦，无表示啊。哦，无表示啊，我伫等真久啊，你无表示啊。哦。啊，伫台顶表示台阿无讲话。哦，台卡啊，台阿，台卡，台卡。啊，所以是我唔对啦。好咯。对对对。拍死啦吼。啊，对。啊，祝你赶快分手啊！你吼，你我够机会啊！你吼。啊，佫袂结婚啊？哦，阿袂结婚啊？你感觉你两个冻偌久？即阵是真好啦，以后就唔再会使好偌久啦。哦，还牵手会？有看啦，看，佫袂卜，袂卜啊！哇塞，安尼较紧卜的嘛？袂使啊，你紧。我哪袂使你紧？袂使啊，爱等结婚以后才会使。哦，有结婚以后才在卜啊？对啊，我人真传统的。哦，传统哈。对。哦，就是交完了才会使睏到顶的，对不对？哈，对。安尼可怜啊！即阵敢若会使牵手尔？哦，牵手尔。嗯。哇，好，安尼祝福恁两个长长久久啊！吼。好。气温可怜了，都袂当牵手，就是讲，可能有个人吼交。安怎会衰嘞？哈？有个人谈恋爱谈十年嘞，你嘛十年拢牵手哦，惨了啊！
袂使啦，袂使安尼敬着啥物啊？对啊，安尼啊，伊个师傅是王瑞个，然后安尼对过啊，王瑞会教伊啥物吸气啊，袂使安尼敬，可以吸。你小心，你要小心啊！啊，真正你别爱注意，安尼牵手好。对，我平常时食济。对，袂使啦。好，安尼你乖，保持这样子哈。啊，今日唱第二个，要甲你唱啥物好听个歌？我头一首要唱这首歌是干呐，有这个韦老师。啊，韦老师哈，什么叫做韦老师？韦老师叫韦老师啊。韦老师大乐队啊，什么大乐队？大乐队。大乐队。原大乐队。啊呐。有诶，这个版本的这首歌。哦，版本啊。哈。哦。安排这首《潇洒走一回》。哦。潇洒走一回，你会敢无？好啦，真诶。潇洒潇笑拢会使啦，潇洒走一回啦，为了输大个队啊，来咯，为了输，欢迎咱的李宝文。哎，阿哥，前面有一点跳舞，你要不要跳一下？因为我今天没有带翅膀来。哦，我能够跳舞啊。啊，你跳起来啦，跳起来，大王。今天在拍台呢。我今天没得理由啊，你俩。